可爱又漂亮又有活力，有没有看到？什么？还没，还没有，你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笑笑，然后我是今年的电报女的新学妹，真的专业的那个带动跳老师，对，有氧舞蹈，对我跟老师跟了七年。七年，我从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跟着潘老师，好惨啊！谢哥说他下到拉队是筹粮，那我们后面只能接好惨啊！对呀，也不能这样讲了，应该是说，既然你的肉体已无法挽回，请珍惜你的灵魂。潘老师又没对他嘴，其实潘老师很无辜。潘老师爱的是老保姆，他是他最泡脚的是老保姆，在。詹老师啊，不是詹老师，七年来在潘老师那里赚的都是皮肉钱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主要会去参加啦啦队，是因为艾蓉推荐我。艾蓉推荐我，他就跟我，他一看到我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你很适合去选啦啦队，然后就叫我说，哎，你去选选看，这样子。甄选的时候压力很大，因为我在甄选前，因为我毕竟我还是有氧老师，所以我课很多，对我一个礼拜将近20堂的课，但是因为我要这么多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要准备甄选，对，还蛮累的，因为有氧就是要一直跳，对，你要跳学新的舞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所以我在甄选前，我就是我一个人在我在社区半夜啊练到舞蹈教室练到3更半夜，就凌晨3-4点，对，然后后来到直到甄选会后，我就直接胃炎，因为压力太大了，对，你唱怎么会有时间交男朋友？对呀，是的，对呀，我们切入点又在哪里呢？对呀，是。叫你直接交男朋友，大概会问选了有没有？但是让他回答一下，关心的切入点，让他回答一下，这样有时间交男朋友吗？现在还在寻找适合的，还有单身，十分毫无十分干净，好了，有没有什么才艺可以表演一下？可以帮我们表演吗？我才艺，我今天带来性感的舞蹈。哎呀，对，十分，我来帮你拿麦克风。舞台就交给笑笑喽。这位也是选秀冠军，都是冠军，她是乐天女孩甄选会的冠军，她是 Rakuten 的新妹。Rakuten 里面哦，因为人马最多，对，然后但那艾蓉那么强大的，对不对？然后里面还有蓝，对啊，李多惠、林香，哇，所以要在 Rakuten 里面呢，这个不好混啊，对，不好混，对，你要出头，对，而且她又是冠军呢。然后她在成为啦啦队之前，去甄选之前，他是一个歌唱的直播主哦，真的，对，所以他也会唱歌，也会跳舞。欢迎到是黄瑜翰，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拉库天的新学妹。雨翰，你们好。现在恐怖了，雨翰就是汉典的菜，对，因为这种小鸟依人，然后很精致，五官啊各方面，然后比例也非常好。露露不精致吗？啊，什么东西？然后露露姐不精致吗？不，她粗糙吗？我没关系。她坑坑巴巴吗？不是，太多了。你们不要把你们的
心里话都讲出来，越讲越难听。对呀，好，雨汉，雨汉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要小小心旁边的哥哥们哦。没有没有，他们都是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啦。哎，雨汉看起来年纪比较轻哦。没有，我今年28岁了。你有28，真的？哎，那又刚好进入到我的年龄圈，当打之年。什么叫进入到你的年龄？进入到你的狩猎范围？什么意思？范围？你看起来很永远小孩子，22、23岁。对呀，很喜欢这样说。对，可能是因为身高的关系，就是小小子。刚好刚好，就是娃娃脸。娃娃脸。两位好好访问。OK OK OK。听说你也是参加比赛然后出道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这一次的乐天是这次乐天。天的话就是选秀，然后选4位，然后后来再多，对，后来再多3位这样子。再多3位，哇！比赛历经多久的一个时间？大概2个月吧，就是从对，就是从。怎么偷鸡射过来呀？你进入到两人世界啊？你走你也不讲一声的，而且更悲哀的是露露走，然后汉典完全没有发觉，也不拉我，对，你干嘛提醒？滚滚就聊啊！提醒我嘛，让人家好好聊一下嘛，你刚刚的访问好像在搭讪，对，真的，没有没有，访问吗？访问最重要就是要有好奇心嘛，对对，你才有办法访问。那你访问王干嘛一直这样一直这样？有一些尴尬，有一些不好意思。哎，怎么样？刚刚在聊什么？正经啊，正经。哦，刚刚参加看你的，对，就是说大概历经多久，就是2个月的期间这样子。然后就是先进复赛，然后再决赛这样。你为什么想去当啦啦队？那是辛苦的工作。辛苦哎。对，其实我一开始是在 Long Life 直播，我待了6年。6年。对，我当直播主6年，我就从大学的时候一直做到现在。想要进啦啦队的原因，是因为有一个粉丝就跑进来我的直播间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你的个性啊，跟你的专长啊，就是因为我会日文。”然后对。然后想说进对，然后会阿纳达阿纳达阿纳达哇，阿纳达哇，你和你和你国在的不得是噶，你和国在的不得是噶，話せますよ，話せます，話しできるですか？できるできますよ。この前は日本で留学1年間留学1年在日本留学一年，可愛い，私も日本で日本で。很厉害呢，就是因为会日文，然后刚好乐天又是日商公司，然后再加上我本身是会吉他，会自弹自唱，他们就说太多才多艺了，他们就说你的个性好像很适合去当啦啦队，那也把它参加一下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刚好人生可以换个跑道。里面谁最照顾你？里面谁最照顾我？应该是跳舞总监。跳小琴哦，那就那因为不是因为我本身是没有舞蹈底子的，所以是我进去是零，什么就是我要从头开始学，然后所以我就是需要就是跳舞总监就看到就觉得说哎，你要快点成长，因为他刚说他的专长是唱歌吉他，然后转跳舞，嗯，对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。这个我是这个自来水杯，舞蹈大赛的亚军。有任何肢体上面的问题，事实上可以问我，比如说一些律动，就是基本的，对基本的这种律动、协调性什么。而且我教学生是很有耐心的，我曾经在潘洛迪老师那边，我有上过课7年的。这是哎，这是要问一下笑笑的，笑笑不是笑笑，笑这边乱讲，笑笑笑笑，对啦，雨汉，雨汉，雨汉，你好，是因为你日文也懂，日文有这两个字，我。交给你，好吧，特别看在啦啦队里面这个吃脆重啊，辛苦，这是日文，辛苦的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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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L E L E， 空有印度啊，辛苦的是，辛苦的是，很那奥基桑 ，L E， 他刚刚在认真聊，他真的从零开始学舞蹈啦，真的啦，对，认真啦，没错，加油加油，所以你今天就要来跳舞吗？嗯，没有。逃避了，讲半天，前面聊了一大堆，没有他重视今天这一场，所以他拿出最好的，拿出专场，没错 ，OK OK， 你要吉他自弹自，哎，好棒好棒，我会好好，好吧，哎呦，谢谢，还交给雨涵，来来来。
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